ピカ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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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breakfast. 早安，现在是6:45，然后刚煮了一个早餐。昨天很夸张，就是我跟我朋友回来之后，我帮他染头发，然后染完头发，他去洗头的时候，我就睡着了，然后他就自己回家，然后睡到5点，有越来越好，因为我之前都是3点就起床。因为我觉得美国很冷，然后我早上都会想要吃热热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浓汤意大利面，然后我等一下来跟露露视讯。Say hi。Hi。你在吃什么？吃咸猪鸡。哦，你好过分啊！对，在祝福我的10万订阅。哇 ，Happy for you！ I'm gonna try my weird.Recipe. What's that? What's that? 嗯嗯，还可以啊。现在大概外面是2度左右。哦，吃这个好爽。我刚刚本来还在想说，还是我去附近的麦当劳买一个早餐。然后我看到温度 ，OK， 2度，我想说算，大家自己用。嗯。全副武装要去超市买东西，今天只有5度哎。在纽约呢，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点，然后你们绝对不会想说我要讲这个，就是天啊，纽约帅哥好多 ，Oh my god， 是炸出来那种，而且这里的人就是都很有型，然后穿着都是特别好看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对一种人特别就是无法抗拒那种吸引力，就是穿西装的男生。Oh my god， 这里的男生穿西装真的特好看，就是 size 是很 fit 啊。Oh my god， 我每次在那个纽约市中心，在曼哈顿那边，我都会啊、哦、开心开心开心。这样讲是不是很像变态啊？那看这间餐厅是纽约非常非常有名的三明治。牛肉三明治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们要来，我真的很建议不用来吃这间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吃，而且它超贵，它一个好像要1000多块，我觉得有点名过其实。去年来的时候是圣诞季，所以它排了2个街区，那像现在2月就没什么人，你就不用排队。对，所以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试看看也可以啦，但我真的觉得不用浪费那个钱，真的没有很好吃。背景有一个轰轰轰的声音，就是我刚刚把洗衣机把那个衣服拿去烘干。哦，刚刚回来发现，天哪，我嘴巴那边已经开始，要是打开的时候会有点刺痛感，赶快来补一下那个护唇膏，擦很厚一层。Oh my god。来湿敷一下，真的太干了。
等一下我的朋友要来我家了。今天早上我们本来要去吃一间餐厅，但是呢，他非常想吃台湾菜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路易说我做的卤味很好吃，然后我也有带锅烧意面给他，他就说好，那我他要先要去买食材，他要我做卤味给他吃。因为我这个朋友呢，他很不会下厨，所以其实我很懂就是想吃台湾菜的心情，所以我就说好，你就带来，我煮给你吃。我真的很懂，就是在国外生活的人，真的会很想念家乡菜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大展身手，希望不要烂惨。有点久没有做卤味了。Oh my god！ 我今天手真的很残，我觉得应该是外面太冷了，手真的残到一个爆炸哎！啊，天哪，给我一点湿湿的感觉。OK， 那我现在要先去煮蛋，因为他说他想吃卤蛋。好，我现在来煮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五百年没有吃到卤味了。哦，可爱。哦，好快啊！你好快。这是很像鱼丸哎，你看你口感对不对？嗯，又有点像香肠。嗯，它有猪的味道，还是这是其实是骗人的合成豆？我不知道。还行啊，哇，我好爽。超可爱，你每次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然后你就要决定你的答案是什么，然后你会去不同的门，所以我们又可以拿一个糖果。结账的时候，那个店员来跟我说这个超好吃。知道很多人都不懂比斯吉就是很干，我懂它也很干，可是我就是很喜欢。
我觉得比斯吉加 honey 整个是 perfect。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好吃。黑莓，然后我必须说，美国的水果真的很难吃。但是因为我之前在法国吃的黑莓类也非常非常甜，更好吃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莓果类是比较冷一点的国家才有，所以我就买了，无敌难吃。Last day I stay in New York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have to do is buy Louis trick. He loves this kind of food. 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然后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的飞机是半夜的12点。就今天晚上半夜12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有一整天的时间，好好享受我最后的纽约。今天的行程也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先去吃个 brunch， 然后去逛逛，然后下午我们要去看博伟 Lion King。Oh my god， 我好期待！我上次来的时候是看阿拉丁，阿拉丁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听说 Lion King 也是必看的。看完 Lion King 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再逛街，然后再去吃 birthday dinner， 然后。我就差不多要去机场坐飞机啦。跟大家讲一下我做这个决定之后，然后我来了10天，我的心得是什么，就是 I'm really really happy， 真的，我真的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开心。当我长大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被教导，就是女生就是要服从，女生就是要温柔，女生就是要在家，女生不要乱跑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，就是我有某一任男朋友很不喜欢旅行，我就是希望可以一直持续的有旅行的生活，然后没有一些 new 的 input。当时的男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不喜欢旅行，他不懂为什么我喜欢去环游世界，他觉得在台湾就很好啊，我们就待在家里就好。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错愕，某一次在跟家里的人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有提到这件事，然后我妈就直接就跟我说，为什么你要去旅行？女生为什么要就是去外面爬爬照？你在台湾就很好啦，你就待在家里就好啦。然后那一阵子，我甚至会怀疑。就是我自己是不是爱旅行这件事情错了，是不是是一个很不负责任，或者是很像小孩的做法。在我的成长过程，我就是被灌输这样的观念，就是女生就是要不要在外面跑，然后要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之类的。真的很开心我踏出那一步，我不是就是真的 settle down， 然后就变成一个只待在台湾的人。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路易，就是我觉得路易他带给我了非常非常多新的观念，从欧洲来的，因为在欧洲，他有跟我说过，女生是很独立的啊，只要是女生想做的事情，她都可以去做。真的很开心我做了这个决定，这次来纽约，然后我也很 proud of myself， 然后我也很感激，就是我可以遇到路易这么棒的男朋友，然后就是让我不用压抑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他面前，我可以真的 100% 做自己，然后我也可以去追求我的梦想，然后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就想要跟所有的女生讲。我在 IG 已经讲过了，但我还是想再讲一次，就是我们在感情中，我们有权利说 yes， 然后我们也有权利 say no， 你知道吗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以男方为主，男生说你不能这样子，那你就不能这样子。No， 如果是你深思熟虑过，发现是你自己爱做的事情，是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，那你就应该去争取，你就应该要去追求这样的梦想，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或是别人的闲言闲语就放弃了自己。而且我相信不管在感情中甚至婚姻中，女生都可以保有自我。我觉得陆妈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典范，就她很有自己的私生活，然后很享受自己的人生。我真的 I have to look up of her， 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她就是我的一个小 idol， 我就是想要成为这样的女生。我希望我在感情中也是可以保有自我。天哪，我会想念这里，纽约真的太好玩了。早餐吃的好爽哦，好饱，好饱，而且很好吃，天哪！我好冷哦，我在冒烟哎。
你在冒烟。我来试看看它的牛肉。